Yeah.
的愿吧。赛镜头表演，能在镜头表演一直是我的梦想。能登上镜头表演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，因为必须勇敢地踏出自己的第一步。在训练过程中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挫折，但因为我热爱它，所以我坚持到现在。谢谢此时此刻愿意停下脚步陪我到最后的各位，因为有你们，让我可以完成我心中小小的成就。我们做每件事情都是从零开始的，虽然过程中有苦有累，但我不断告诉自己，坚持下去就会有不一样的成果。最后最后，我想告诉大家，追逐梦想的道路不一定一切都会顺足，但我们必须勇敢踏出自己的第一步，才会知道有没有机会成功。最后，希望大家都能跟我一样，勇敢地去追逐你们的梦想。谢谢。